如果每把枪都能用全部子弹会发生什么？现在每把枪都只能用自己适配的子弹，例如 5.56 步枪只能用 5.56 毫米子弹。那么如果每把枪都能用全部的子弹会如何呢？一 AWM AMR 狙击枪超级加强，这对于 AWM AMR 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，因为 AWM 用的是专属子弹，只有25发，打完就没了。AMR 也是专属子弹，只有10发。现在因为能用全部子弹，那么他们所有的子弹就可以随便用了，实力直接提升一大截，谁还敢在他们面前造次？二，重的子弹没人捡。游戏里的每种子弹重量都是不同的，像12号口径子弹、7.62 子弹等等，在游戏中都是很重的。而5.56子弹、9毫米子弹都很轻，因为子弹都能通用，到时候没人会捡那些重的子弹。三，7.62枪械变相加强。之前因为7.62子弹重，所以很多人会用5.56枪械，可现在因为子弹都通用，那么玩家都去捡最轻的9毫米子弹去了，到时候7.62枪械子弹重的缺点就消失了，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整体的加强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